就为期盼美丽丽自由会接来，美丽丽公所今明日在和平公园用主题的自由会抢银行，由七十二工厂安创，是用细粉细草来做主题，希望用亲子做的乡下教会自由会来上上彩体的客家文化。有七十米工厂暗藏的自由，是三十六片客家菜都起来的。因美丽丽公所为了配合今年自由节，特别推出的主题自由，展现客庄异客精神，同彩体色彩文化。为了也做自由的人，很特别用心。球看起来很明显，所以，不是用画的，我们还特地去订了一桌菜，然后才把它照相起来再仿做，哦。今年呢，发动的主题哈，是以客家人的宴客哈为主，哦，故说安尼主办单位啊，哈，要准备一只哈，安尼七十二米的哈，安尼三十六样菜的自由会哈，啊，菜色一丰富，一澎湃啦哈。自由节特别疫情解封，今年三年主办单位就邀请国外自由团队来到苗栗展演，包含新加坡的三十六工厂太良自由、韩国骑马舞铁骑自由、同日本的怪异自由也到，为苗栗乡亲带来木雄雄的视觉元素。有二十只的青蛙哦，因为在日本呢，青蛙的部分呢也算是一种祈福哦，所以说国内国外呢，二十只青蛙齐聚在这个后龙溪和平公园呢，相当的一个壮观跟精彩哦。苗栗自由节按上28、29日两日，同苗栗市和平公园来举办。现场除了有当有特色的自由，没有安排客家美食飨宴、抢场试食同音乐晚会，有将乡亲向后边自由吃美食，感受木乡乡的客庄九江风风气。客家人用苗栗报道。